威第四阶段正式官宣，电影上期的选角与档期正式确定。其中最让大家惊喜的就是中国演员梁朝伟将加盟该电影，饰演片中的大反派满大人。满大人观众们应该都很熟悉了，满大人一直都是漫威的一个伏笔，如今在电影上期中满大人终于亮相，还是由男神梁朝伟饰演，大家可以慢慢期待了。相信梁朝伟的出演会使该角色得到独具个性的演绎。梁朝伟外形清俊，戏路宽广，无论是严肃文艺还是搞笑喜剧、艺术片或商业武侠片，皆能胜任自如，是香港杰出实力派演员的代表。他外表平静，内心暴烈，很有自信，但不喜欢说出来，是导演梦想的天才演员，多以干净成熟的形象展现在观众面前，带着一股书生气，略有阴郁之感。对待工作，梁朝伟一直兢兢业业，保持着严谨的工作作风，对待每一件事都认真投入，